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，怎么能不会做低卡餐呢？白菜下水焯一下变软就可以了，放在冰块上或者冰水里，铺上肥牛卷起来，也可以卷点胡萝卜其他的蔬菜。找一个浅一点的锅，把所有的空隙都塞满，黑胡椒、盐调味，白糖提鲜，再来点生抽和蚝油，用水化开，倒入清水，加入料汁，煮至沸腾，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，红心巴热切丁泡一壶绿茶，一起倒进破壁机里打成细腻的果浆，杯子里把芒果捣碎，加入满杯的冰块，再插上一片巴热装饰一下，白菜卷火锅也好啦，每一个都超精致，沾上小锦秘制酱料，味道特别的鲜美，一口一个，重点是还不容易胖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